美食丁，就喺度同大家分享我平时屋企食乜嘢噶啦。欢迎收睇。Hello， 今日咧就谂住同大家讲下我喺屋企中意食啲咩啦。咁啊，你知道依家放假，咁所以咧就成日都宅喺屋企嘅。咁我真系好独噶，可以咧一时咧就系咁出街啦，跟住一时就可以几个礼拜都唔出街咁样嘅。咁第一样咧，我最中意食嘅咧系咩呢？就系呢个啦。它是一个 pizza box 来的，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它是真的非常之好味。它这个石呢是叮两分钟，其实你可以叮分半钟，叮分半钟呢就那个底就没那么硬，即是可以脆一点。如果你叮两分钟，那个皮是薄薄脆，好像真的在外面吃的 pizza。 我通常都会当早餐这样吃，好像是十零元一塊，我忘記了我媽咪買的，我之後再補一些資料給大家。我的早餐或者 lunch 都可以叮來吃，家裡有微波爐就可以叮得來吃，還有都挺飽腹的。我真的很推薦這個給大家試一下。另外這個呢就可能未必那麼多人都會適合吃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蠔，我就挺喜歡吃蠔的。我媽咪呢就買了這個，好像不知道一 kilo 啊，是不是850克咯。它是一个生蚝来的，是日本出产的，是日本蚝来的，急冻蚝。它这里就说是用水 去解冻，因为这个是放冰箱，是很硬的，一只蚝是很硬。这样呢我就需要解冻，它说呢就解冻之后呢就可以做这些 sushi，解凍可以整壽司嚟食嘅。咁但係我又唔係咁樣食嘅。我通常呢一係呢就綠面嗰陣時呢就加落去啦。咁但係嗰個有陣時口痕嘅話呢，我都會解凍咗佢。我而家解凍咗俾大家睇下啦。佢係一隻真係同出面嗰啲蠔呢係冇乜分別。不過其實如果你會話鍾意食開啲好新鮮好 fresh 嗰啲呢，咁我呢個唔係咁啱味。其實呢個真係好像買即是即開那些蠔那樣的，我也覺得好像咯。那可以呢點一些 wasabi 和豉油啦，這樣可以吃一個很美味很肥美的生蠔 BB 啦，真的非常的新鮮，它的哦真的很好味啊。它那種腥味我還是接受到咯，其實是海鮮那種味道，真的 很新鮮，就不會覺得哇很腥很臭那隻，我覺得 OK。 而且這袋東西都成百多元，非常值。之後呢就是我都是非常喜歡吃的759阿寶屋姐你啦。那它那個包裝就是這樣，因為剛剛呢就想吃的時候呢就扯爆了，就是這樣的。它是白土來的啦，為了方便給大家看，我就用一個碟碟吃啦，擠它出來先。哇塞，它應該是有吃整個土的。有陣時候我覺得吃完呢真的很有飽腹感，還有呢我覺得罪惡感，因為它始終都是生果啦，你感覺上它就會哇好像很健康，但是又有點飽肚，我覺得很適合減肥的女仔，即是我去吃的。雖然它的糖分都非常高，但是得閒吃一下呢就沒什麼所謂的。如果你用那個兜吃呢就好味，如果你用那個兜吃的話呢就可能不需要逼得那麼辛苦。因為這個試下俾你睇，兜嚟兜去，你見到佢係有呢度半個肚，呢度有半個肚，非常之甜，同埋佢個味好真咧，唔會話食緊嗰啲一粒粒擠出嚟嗰啲啫喱咧，嗰種肚味係好化學咁。雖然我唔知道佢出邊嗰啲啫喱係咪都有化學嗰啲添加劑。不好意思，成日望咗右边，因为我嗰个相机个 mon 喺右边。虽然我直上系好难睇，不过真系好正。
我有一个好癫嘅事情要同大家讲，系唔系我癫，系我妈咪癫嘅，因为佢买咗劲大兜，完全系癫嘅，又系喺阿宝屋嗰度买嘅。第一季系咩嚟？呢啲粟米汤系成兜都系注满住啲粟米汤，去买一箱，一箱有几盒呢？30斤。系咯，系我阿妈买嘅，唔系私用嚟嘅。不过大家扮买都唔紧要，因为我会买晒佢。咁佢好似用咗嗰个会员卡咧，5.5有1斤。呢个咧系粟米汤，系超级好饮。好似话喺唔知七仔有，都系有得买，系热住咁样卖俾人啦。咁我之前去日本嗰阵时咧，咁佢有好多啲贩卖机咧，嗰啲汽水机啊。咁佢入边咧有啲汤，红豆汤啊。粟米汤啊，咁有好多唔同嘅嘢，咁都系暖住嘅，真系一试难忘。咁竟然而家香港都买啦，饮之前就我会助热佢啦，搵细火，同埋搵一个煲装住热水，咁样摆喺上面，搵细火去轻轻煲滚啲水咧，就可以熄火，咁去慢慢助热佢咯。因为我惊个樽会爆嗰个铁罐，咁样咧，首先要熬匀佢先啦，咁我就会开咗佢。热辣辣饮嗰车仲好饮嘅，讲真的。我俾大家睇入边有咩料，我用翻我个豆，睇下佢系浓到黐根嘅咯，佢非常之香浓，你明白系几咁浓郁？你见到佢途中咧系会有啲火粒出嚟嘅，系啦，呢碗咧就系浓浓郁郁嘅粟米汤。如果再熱佢飲係仲好飲，咁佢有幾個用途，唔係佢有幾個飲法嘅，即係我自己諗出嚟啦。我就將佢去煮烏冬，非常之一流。我朝頭早食早餐嗰陣時咧，即係唔想食麵包嘅話，咁我就會霎咗個烏冬啦，跟住霎咗啲蟹柳啊、芝士腸啊，跟住之後咧霎好曬所有嘢啦，跟住就倒一罐呢啲湯。加啲咁堆堆水，或者你可能覺得太結咁，你可以加啲水，咁咧倒埋啲烏冬啊，倒埋啲蟹柳啊、芝士啊、芝士腸啊，你中意可以加芝士嘅芝士烏冬，跟住咧後尾就可以發一隻蛋，倒埋隻蛋落去，跟住咧可以熄火噶啦，跟住就可以一路攪住一路倒個蛋，可以整個蛋花蟹柳芝士腸烏冬，超級正。咁呢一個咧，佢係。超香浓的粟米味咯，完全是结的，超级结的汤。加热佢饮仲好饮。如果你知而家冻冻地，之后咗去暖下肚咧，抹茶，佢系雀巢牌嘅。咁我其实本身就觉得佢真系唔会话。非常之好飲，好濃綠茶味嗰只咯，佢係一定唔夠我最中意飲嗰只 Starbucks 嘅 Green Tea Latte 淡啲嘅。不過有陣時我啲抹茶飲起嘅時候咧，咁真係要食抹茶啦，咁就我會沖嚟飲咯。但係其實一包咧係唔夠做嘅，其實可以落兩包，兩包更香濃啦。倒啲抹茶粉出嚟，其實佢真係少嘅，或者你可以咧落少啲水咯。落少啲水咧，佢都會令佢更加濃郁嘅，就會揾啲熱嘅奶去沖啦。咁佢係好少嘅啫，但係我啲奶飲曬啦，咁所以我就落熱水都 OK 嘅。咁佢呢一隻咧，我都幾得意嘅咧，佢係有啲泡泡嘅感覺嘅，都係喺亞博屋嗰度買到啊嚇。我其實真係好多嘢都喺亞博屋買到。佢真系偏甜，所以用奶冲嘅话咧系啱啱好。我原来用水冲系咁甜，用奶冲咧真系唔系好觉佢咁甜。咧呢啲咧就系我平时屋企宅嘅时候会出什么啦。希望大家中意睇下啲日常嘅，好睇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